然后买啊，搞一百八安尼，啊大，咱搁过一节，一平安尼有无？这起码都盖大十八无啥物吼，啊，结果咱家做一百八外了，落过来。啊，请来经济所在其实嘛，搁一个原因吼，伊这拄好两条路吼，算一条，啊搁一条宽，伊也袂输一个连字形的路，吼、啊所以。车太多啦，啊，所以大家人看到一百块，哦，表示啊，有诶拢停落来，啊，骑下车一定来翕相诶。啊，迄阵阮做一百对迄个环，迄个八千大咧，感觉上爽诶，是我想迄个张子杰啊，林大西诶人上爽。伊遐嘛要开记者会，来所在，所以伊变做后壁就家己一个部门。啊，了，即个云林县政府啊，啥物左渡云林啦。啊，迄、那个什么千里步道，前一阵仔变什么？哦，这北斗嘛，去看过。新闻课咧行销云林，行销台西啊，迄、那个农民地啊，迄种台西国中招生啊，我卖完啦，录用一百。我讲你文员官无人才，你文员官投资遐尼侪经费，无一个会当感动人诶。伊一百比我还老师，一直背。被拿出来谈，所以看起来哦，莫怪因这个文联官可能是我来接触啊看。然后呢，即摆开始讲，阮着调一年的时间哦。啊，大块拢无准时，我先去研究啊，去了解地方呢，迄拢无准时。即摆开始，阮迄阵超好台西国中，哎，即、這个一群囡仔，互阮登记会当入去做媒介来。了解这个台西的计划，啊，了后就用游览车，吼、哦，迄阵还佫超这个家庭会运动，啊，把囡仔带出来，所以当时是，我无记了，唔对，是二年二班，你要找三年二班，校长讲有压力，要找一年二班，感觉囡仔吼烦烦，讲袂听，所以迄当时，迄校长讲，迄个，伊讲啊，无找二年二班，这有一点成熟，又没有太成熟，有一点升学压力，又没有太压力。刚刚好，我阿就超二年二班，我讲阿啥无二年三班，伊讲二年三班，你也心甘命叫拍，阿二年一班，都二年一班升学班也不能用。我讲阿意思，我讲好听点，阿兄就是今嘛不是讲拢未使两年分班，伊讲你听教育处咧放屁。哦，我是讲笑诶，啊，反正那个年代哦，我不知道现在哦，现在可能都没有两年分班，但是我去应该还是一样做。好，这个就是整个。台湾的教育条件，在我不知道这几年有没有什么变化，但是我知道我去的时候那个学校的教育水准是相当低的。2009年那一年，我不要讲，然后好就动了出来，我就再去四点看一挂壁画，这把嘛壁画你知无？这把壁画，喝酒不开车，生命有保证。这是一种较早咧画一种电影看板的人，啊，他后来电影院。没有生意了，它变成在卖一种哎，迄砖卡所在吼，即种会叠饼条呢，啊，变作油菜，互大家看会着，伊遐选的对，然后颜色要怎么上，然后这个窗户又让人家觉得不会突兀，哎，这个就是现场艺术的。那我用这种图片来甲迄个囡仔讲，你蛮看，下面叫做伊的鉴赏能力的。啊，再来就是原料的使用，他们一定不能随便用一般的那一种漆哦，你被哎嘛贵些，啊你后边那么下，然后又那么高，要怎么处理？所以你这做迄个教学，这是活生生的教学内容，不是在帮布袋钓具打广告，是嘛？不是在帮一般什么海鲜哦，还有醉鲜、生鲜，还有虾脑也是很好。啊！你要等于从户外教学料的，还等于学校料，又开始作业，你知道吗？所有，我们在台西国中又发生一个内幕，那个二年一班、二年二班、三年一班、三年二班、一年一班、一年二班的，他们的课程里面是没有美术课，课表都写美术课，美术课、工艺课、音乐课。拢啊咧上国英数，啊无物理化学，然后呢，一年三班，还有机会哦、喔。
还有继续在上课，一年四班，因为一年三班前十名，还有机会跑来二班。然后那个如果是那个四班、五班、六班呢的美术课、音乐课在干嘛？我们少被叫去上别的。啊，我的姑爷，我只有一超那个是二堂，去唱卡拉 OK。我有一届还校长陪我，哎呀，你来好那个唱啊！无啦，他们在上音乐课，我终于懂了。像课外课外所在哦，卡拉 OK 要去做什么？大家为细孩子那么低大细声。我真的不白人，你真正来嗨皮，我不知道那个是我们去的那一年，可能这几年绿色之争的看看会不会好一点，我不知道。那我觉得是很夸张，然后我们就开始教这些小朋友画，可是他说他已经不会画，不敢画。我周围的爱去陪的阅历，那阅历用弄下一个特色，他被弄好一回画特色，这几步呢不加步，然后带户外教学艺术家去上课。然后就还是做很多事情。在台新的这些学生们，竟然没有踏过他们的海边呢？一共他没有，他就弄二年六班，然后弄个特色呀。啊，有去海边的可能都是三班、四班、五班、六班啊。然后呢，这些人，反正这种故事，我那阵还上课哦，你这些在上课。啊，这我翕相的嘛，我就后边的，还有一个迟到。啊！迄、那个因个班长就讲，老师卖插伊啦，迄、那个是无爸爸妈妈的，卖插，无爸无母。而且在因个讲话，我介顶吼。啊，无就是讲啊，迄外国妈妈无教师啊，卖插伊啦。我逐天就迟到，无一直讲话啦。你知道啊，在那个样的环境里面，我真的吼，迄东西为一个艺术创作来的，总会让你理解台西的社会资源、环境教育。相当的薄弱，所以阵阮其实后来阁写几下，阮阁写一案迄个背着吉他下乡去，找乡下，找较早玉山里说咧拍打比的小孩，阁装一个囡仔，我阁背去，我估四五个月了，我讲阿伯卖阁叫我去，我了受忝。遐遐个人真正上班袂晓讲，啊，然后大家无闲，然后你看迄阵，我大家都开始画一张粉纸彩色画。反正不正不稳，然后还要命名，你知道吗？你也轻易可以说。那时候觉得他们的国文能力也不是很好。你可以改改。的标题，改你歪倒，叫做啥标题？叫做什么台西调调，啊，无就什么台西出台客，哇，什么罗马世纪，啊，什么像，迄种样，迄种无可能。你讲出这口号，用台西的调调，我要台西，梦想台西，台西海岸风情，你都干嘛很鸟吗？是没有什么创意。啊，是会拍摄，我嘛是够用心的。好像有三百遍。我爱爱做那个因材施教，有教无类。然后最后请给师刚才画图，画完了拼出一张，其实是做了五张，做了五张图，然后给全校去表决，然后还拿给校长，哎呀，你看你看那样，大家算起来，那每次教师甄选的，都爱个做去一届，哎呀，校长大家都算一张哦。啊！你看，应该是会使吼，对无？啊，就袂歹，啊，一定成啉两罐酒了，就讲袂歹。啊，即嘛外口嘛，都有家附近的家长看，啊，就讨论。那因为要让大家都认同，认同了之后，才办好真正的后头的工作才可以持续。好，即嘛开始了。哦，艺术家还开始去画嘛？哎，伊拢无提草稿哦，伊刚刚画完一幅图。爱豆我都还不会做，大这个硬价大完要有书尾后，尾后就要了开始爱只要大家义工加入，要安怎？哇，这个时阵就动了三四个考生，为全校来集合，领导啊开海产店请个手啊，领导的爸爸妈妈还是阿公阿妈还是亲戚朋友有人，迄婴儿啊请个手，儿啊伊讲要爱超过一万个。啊！你要一万的蚵仔壳，你得爱找五万的给伊捡。这意思，所有拢请来啊！但是你袂使请迄种垃圾啊！迄阵要安尼思考，爱请一种，啊无请一个，请一个本子咱画去，都爱请一种。然后呢，艺术家在当讲，阮迄阵还袂考验哦。啊，这后摆印刷要安怎？伊讲袂，后摆每落一届雨，伊就洗一届，你就看到迄壁画哦，
颜色会稍微改变。然后呢，预计说，哎，今年做好的颜色，它明年做好的颜色会怎么样？那这样的话，会不会颜色变化？所以那种的思考，我是不是一般人我无法度？啊，这嘛不是艺术家一时的我都想到的呐。你敢那蔡英文，我入到吐到要死的。然后是我拢爱走去，伊即马踮遮在做，伤济人感觉伤惨，啊，就抱怨，明仔日爽要休困，咱就爱赶紧。才去叫一车，啊，时间有这种红牛路口，即间要啉的时，伊都无去啊。只好咱嘛是爱紧走咧，同招去人餐坐啉，啉了了来，明仔载阁做好唔好？好，那明仔载阁来做。只嘛阁做几工啊？伊讲袂见啊，好，来，可反正阁伊阁出问题啊。大西迄边阁甲我讲，讲哦，哎，你们那个壁画吼，又好几天没有进度了呢。啊，那安尼，阁卡电话蔡英姐，你又怎么了？然后我们就必须在动员去找蔡英姐这个艺术家，那一下子是公园的问题，一下子又校长又怎么了？哇，反正都会处理这样。好，然后大家动员去找材料。你知道雄龙突然间坏蚵仔头，再早去那个台西国中，回国中一天安尼臭到要死。这时呢，好兵准备去下来，来个官兵去你爹妈的安慰啊，这个是一时的。啊，有丁丁的料讲好啊，好剥皮掉，剥皮掉。是我一时就开始，听讲迄个校长是嘛，八月一号要调走，哎，无应调走。你该注意哦，妈，迄个校长嘛是真宝贝啊，迄入职会当做的工作。但好，我感觉这只好兵应该继续留在台西这边。啊了。哦，即马蚵仔开礼拜，伊就为清定开始做。伊讲即几支是迄个六千个烟弹弓，所以就先来做完了。啊，这就是迄阵啊，有的所在需要较悬，需要请人来做。过来，跑出来个啊！伊讲哦，即摆壁画如果会使变做一个呐，咱个一个地方个海产的图鉴，台湾呢？很多的渔港，很多的海岸，很多的海边，可是每一个地方的海的吃的做法，还有那个捕到的鱼都不一样。那如果我们以后这个计划所谓的多给爱撒的种素材，我一直我不想操你讲，找一百个哦，我讲了，我拍出来去一个海产店，真正找无十种，安怎吃到拢是几种的尔，大家都安尼啦。所以后来要突破哦，真正是困难的。要是我能够超过伊哦，我就来一间海产店，再来去较大间，发现逐间嘛拢袂同款。啊，无就是有诶壳根本就无壳。你讲鱼啊，要摕啥物来放咧馆顶？一定爱找贝类。啊，贝类无几种，红贝啦、西施壳，啥物迄拢算会出来。啊，迄阵拢烧酒咧。啊，酒水咧，拢我讲诶啦。有够衰，啊，怎讲出来人代志爱负责任啊？第一，你有材料，你要做会使，爱负责去买，负责去买，爱负责人食，无你听着，迄阵我用捡的，我感觉捡到要伤忝啊，规去买做福利，迄、那个上课的时阵，逐班拢甲分落，叫伊拢来收你啦，所以。迄个煞一礼拜，大家拢啾啦！我是，迄阵我感觉这真正是足大个趣味啦。规间学校个囡仔拢在啾啾个，就是啾啾。我告诉你，我买那个不辣的，没人要吃。不辣的要谁吃？买辣的大辣，无人敢吃。好，就两个安尼来上课。啊，所以像那些中大，我去这中大就是好，我大概去咯。包几桶的，啊，即马着爱去诶，即种时间，迄个你要做壁画，请你若你欠这小酒嘞，你要去倒个收？你去夜市也无一定买，爱去庙会，你知？吼，突然间去礼拜拢个总庙会，毋是为着要拜拜，是要去找迄小酒嘞总买，才有法度提转去迄个学校叫全校的人同我收。为啥物知？你买这样子多少钱？买全买拢偌济钱？全买这个哦、喔，这个全买开无600块，但是开几啊千块，一个感觉用了400，因为上加捡捡的，感觉已经捡半袋了。你讲那烧水也捡半袋，那是要死多了。
结果开始念，干那为着要念一支手，念无到一支砖头啊！你真坚固诶，啥？所以足侪代志我有做白，我迄阵就是讲，吼，迄阵摕图咧讨论嘛，因为咱讨论就是拢，逐件代志拢讲摕图来看嘛，啊，我就讲啊，你那个以后吼，要、啊、跟人家导览的时候就说啊，这一只手是用。那个他的手，那个手腕呢，哦，是用那个小酒类的，哦，啊，这个是用他的大腿、大手是用那大腿是用啥？什么是用什么？哦，反正是做导览的，给我到后摆开始来讲，那个从这边数过去，比你值得，哦，那个用金用那个那什么小酒类用，我盖住你，你看那只手偌大吼，那只手。用要到伊个腰呢，啊，安尼走我都远远看是，感觉是巨大，啊，你近看吼，实在是感觉无啥物吼，过来就开始感觉，喂，安尼袂使，背力伤少，啊，迄阵仔讲啊无看啥物，啊，只要是靠海的所在，摕到物件素材拢算，看到规路拢侪有啊，宝利达比甲莎莎羊，所以阵就开始活动，莎莎羊。拜拜啊，麦克，哎，先生，这个保利达比袂歹，我说开始捡保利达比。等下，迄不要知内底要先炒，我都唔知影，那一人爱啉这個。嘿，这炒的呐，我平常拢要吐，所以我交代最紧啊，开始说享用迄礼拜，规间校蹲这唔知蹲偌济。我以前一带去即阵，我感觉我干那去做，我做有时啊咧取材吼，我感觉即摆要回头想讲。我应该那时候应该拍一些，就是那个学校被污染的过程。污染，那过程那有翕啊，但是咱都无翕到，伊在讲垃圾归 A 啊，垃圾全捡。是啊，那是过程啊。啊，搁无摄影机，应该落去个校长，大家拢讲一句：哦，我今仔日搁用要回去。你这阵人，你这阵你啥人叫你来？教育处长，那教育处长的代志哦吼，规间学校臭到要死，拢要洗这呐。啊，这动员，这个时阵全校都可以帮忙。只要你愿意帮忙洗这个，洗这个很困难，你知道吗？你想办法把这个贴纸弄掉，还要还撸撸的，啊，里面要洗一洗，然后拿出去晒干。晒干之后，哎，搁来搁做其他危险的工作，哎，去动员那个叫家长提的，那个啥布袋，啊，把这听在布袋内底，然后把它敲碎，啊，敲碎这个又要技巧。弄掉去引花，你不能用啊！这个就够污了，所以常常有一天规间校的拢在用在上面啊，拢在擦干啊，你知道？啊，迄个校长都搁出来讲，调个心，因为迄个指导老师嘛要叫较侪的，这样不行，那整间学校怎么上课？迄个校长我了搁甲招去边仔啉，我拢负责调的，对吧？啊，就叫伊卖听到，安尼讲取消。啊，那个学校拢伊小，阮个囡仔耍啊，有时啊摔甲拢破了了啊，阁袂用一安尼啊。啊，有个就是青菜摔无着，要咬着。反正我那玩不足久个呐。然后呢，我这个就是大家怎么洗，把它洗干净。啊，刚刚一件垃圾桶，你看，先交代大家，你搬个垃圾桶洗洗要清洁，啊，你要来洗干呐。哦，啊，这是迄三条有机。然后呢？最后就要拼这个，啊，这三秒热气，啊，这保利达比嘛，啊，这用木炭，还牡蛎壳做开关，哦，你啊，用起来是就变安尼，啊，迄阵足侪思考的啊，啊，过来，搁代志过来，愈来愈侪呐，即马贝类安尼嘛都无几种，即马开始要去收海产店，量较大，但是问题来啊，海产店。要让你帮你捡起来，就一定阿弥陀佛啦！你要叫伊洗，这一定给你错，所以一定爱找到一挂有心的家己。所以这个都是靠之前去办弄的时阵，说明会都重要。那若比如讲今仔日开说明会，啊，感觉拢老海条一个，啊，就开始爱老资料。啊，怎啊拄到这个问题，就是拜托伊每一个人分工，每一间海产店谁要去说，啊，去晒。哎，这种的付出，你讲这壁画要哪算钱？啊，一包壁画真正要算钱、算工钱，一包青菜无啊超过300万。
用500万让他，用50万让他做出来戆代志嘛。啊，然后我就去见工个，哦，一堆袂歹，一堆内底拢啥物地呢？细了的红梨啊，还有大绿萝啊，还有这大了红梨，迄红梨竟然有细了、大了、中了，我按我规大了我也看无。啊，佫有迄一种啥物地，看一撮种。我即块我着去哩割掉，因为内底有四种。啊，安怎倒走倒30种？啊，怎啊？一个有有少要去收，几啊个咯？你看，徛的时阵走，我都一只目睭，偏迄个用一撮所在。啊，这迄阵的。帮忙的囡仔，讲各各块顶来食饭。这小潘，这小潘，这个少年的，这较早后来，我我去收来玉山旅社主打的。我因为我感觉好，这做嘞吼。所以这其实经过足侪人帮忙。啊了后，学校的囡仔嘛都还出，啊，迄阵就搁想讲要去租楼梯咯，无方便，到尾搁后头见讲，诶，囡仔在足侪，啥物？运动会咧用啊，囥啊久咯，啊无咧用，摕出来小用。你叫我们站站牌，你知？我讲再见啦，我讲我都没有站过第一名呢。哈哈哈！对对，所以我就摕出来做吼，啊，就当遐那个大家去动手，反正下课就可以来帮忙，啊，上课就是另外一种教学，啊，大家做，哎、啊，他白忙就这个第一站、第二站。所以阵就开始咧思考第一层、第二层，用多一点素材让他们。不用计数的，什么都可以乱贴的，是吧？啊，你看囡仔一直拢会当荡起，即个即摆做上侪，我三样药酒，我后手吹来全部拢甲黏黏落去。你敢知影？这边黏到安尼吼，即个人叫做台客，台客就是用伊的来做，所以这一批也是伊应该来抢救出去。啊，这三样药一碗顶在打的时阵，就是安尼乌白打打的。这是迄个底盘，迄个酒的下底迄个，阵就是安尼念，无说的。啊，不管你都还是用个念字就对啦。啊，念念的，远远的下来看的时候，还真的蛮不错。当然，艺术家意思讲，伊有话，伊有先去念一个框，啊，叫你后壁甲搭进来底啊。但是，啊，迄阵我搁印文宣。去挨家挨户问，你看这两个住家的人拢会出来看。迄阵五几年啊，这个工期维持1个月，啊，迄个教学3个月，啊，剩下拢在敲单，啊，无在宣传，无就是咧讨论，无在开会，无在种素材，拢做诶。安尼五几年，然后阿贵说，什么完成了，都这个2年2班都集合，叫伊。这开板，这开板我应该大家都熟悉啊，帮我搬出来。这开板就是我平常做家的反核哦，反对核能电厂去地下室哦。啊，怎么我着刷摕去台西，啊，着写迄个到台西国中开地方，然后这些学生，一般的学生，2年2班的这班的学生，我负责用麦克啊，着传去游街呐，当作那笑的。迄个上课的时间去落来落落去，去世界人真的人讲讲，咱。迄个大西国中有一个壁画要好啊吼，大家有闲就来遮看。就爱安尼世界宣传的，佮安尼还袂煞，佮叫伊做邀请卡，每一个人爱家己做一张邀请卡，寄予伊的亲戚朋友，还是邀请啊伊的家长来讲，你看伊的美术课，然后完成了这一幅壁画这样。然后最后，你准准备要办？在成功啊！啊，这暗时啊，去就是硬价都落来了，所以它是一个相当顶尖的一个壁画。伊的艺术是安尼啊，这是阮看到的迄个画面，拢老妇女，大家默默在努力，拢看袂到伊的面。啊，咱拢看到台客，就大细出出的，但是伊每一个人的脑海内底，其实伊在想真侪代志。有的人有去想出一挂想法，有一些也。有一些这个代表一种希望，啊，有的人的迄个嘛真空洞，但是不管在底层的人，伊在底层的人靠一片海，咧蒙拉啊吼，鹅啊，吼靠海，可惜人家去掉6000，哎，挡不住来流量，所以就黑色的那个会
会污染它下面。但是不管了，咱的台星的天空是代表一种希望的眼睛啊。当然，咱迄阵嘛咧象征讲，人咧做，天咧看。啊，甚至迄个什么生命涂炭，足侪故事诶，迄个目睭内底，你要甲讲什么意义，伊有啥意义？啊，我想这就是一个艺术家诶展现。所以也拄，因为一届咧开幕，还拄着迄个现场，拢是迄个支持六千诶人。啊，你要怎讲？导览改变方式啊，咱遮咱拢拿三支香，安西府诶三支香咧拜拜，所以现场讲改做改做三支香啊。吼、哦，啊，咱遮拢科学诶，吼，啊，咱遮嘛有真侪人吼，迄个少年人去想咱即个地方要怎建设，要怎发展。啊，但是看起来当个做了较实在是咱即个阿嬷，咱即阵诶拢即是阿嬷，我即几套诶啊，就盖住。然后就白天吼，我们选了一天，然后开门，然后县长也来。迄阵县长来啊，搁一侪人，吼、哦，啊欢喜甲安尼讲，即摆就是咱规个军营诶宝。所以就安尼完成啊！咱知影，即个去年一月份的时候传出讲，跩好虾校舍已经满了二十年，而且其实不止啊，这些校舍已经三十年，哦，恭喜恭喜一样。但是呢，校龄久不代表就一定要拆，所以伊就可以做一个鉴定。这个工程顾问公司讲，这个所在一定拢是违路啊。啥来违路？伊提出两项数字，一项叫做这个混凝土内底迄个氯离子过高，意思就是海砂污染。第二，这个所在的迄个钢筋真侪是外露，有裂啊。啊，所以这造成遮个厝应该有起火性爱啊，咱知影要一个工程要入来，伊就爱用即阵正当性，所以就用即阵理由，比如讲第一，迄个啥物，那学生要上课啊，用天花板崩落嘛，踩点啊跌死人。啊，即咱像我看这种是有发生啊，但是有时啊，就是拢爱那个放大一下，有正当性。啊，你后来叫家长会长拢来去，用啊学校赶紧来去校舍啊，安怎嘛？啊，所以才有这一笔钱下来说要改建。好，改建就算啊，我们就知道了、啊。台西国中通知我们了、啊，那怎么办？哦，迄阵马上召集委员，约时间哦，阮就敲，阮想讲馆长无问题啊，这所地阮馆长出天阮，啊，阮嘛出天意啊，对无？大家拢是类似讲迄个共同的力量啊，吼、哦。结果咧，咱就找伊的秘书，机要秘书几下个，啊，约着时间。还会召集干流水，哦，他也很阿萨利啊，马上指示交代那个教育处长，马上过来，然后再叫那个承办人过来指示，这个壁画无论如何一定要保留。哦，我第一次看那馆长嘛，这阿萨利啊，然后这样就半小时就过了啊，你们放心啊，不用你们担心，啊，回去啊，指示交办。哎，后来我们就一直跟这个建筑师保持联络，这个建筑师。嘛，袂歹，这是咱家己人林志成建筑师标点。好，林志成建筑师也一直跟我们讲说，哎，没问题哦。从去年的二月开始，连开了好几次会议，一直到今年的二月，我看完了，反正资料我拢一只。二月的时阵，搁开一间会议记录，还是一样哦，就是这个壁画要保存，可惜。在安怎来到六月的时候，用人急转弯啊！咱的云林县长可能我拄到一个什么代志，但是听我地方的人甲咱讲啊，这个咱无证据。伊讲县长嘛是含真侪人妥协，这个所在听讲后，许许书博的，会暗一内底，什么水池啊，有诶无诶啊，啊这不管，啊听讲迄个水池就是适合这个壁画家。啊，这不知道怎么了。啊，我们也不相信啊，因为想说，苏志文应该是很正派的人，不会做这种事啊。而且看那个会议记录都一直在进行，啊，林志成的建筑师的计划，他设计案依然放在现在台西国中的网站，还是一直不变，壁画保留，而且还要做一幅变成亮。那一个案子叫公共艺术，艺术来讲，是这个好
学校的新建工程里面有一项叫做公共艺术，啊，一项叫做校舍改建，啊，校舍改建全力进行，现在进度也一直在进行，啊，公共艺术也在进行，啊，公共艺术就是保存，啊，看起来都无什么代志啦，但是是啊六月的急转弯，啊，为了六月急转弯啊，咱嘛是讲安该无个，咱应该是关心到到这个到处的。所以咱就搁去找教育处长，嘛搁找只机要秘书啊，哦，教育处长嘛讲无问题，袂拆啊。结果七月三号的时候，讲伊来国事康啊，吼、哦，大家人袂爽啊，你教育处长根本就甲咱骗嘛，唔是讲无问题，无问题就是讲会讲过，叫无问题。结果咱就要去约馆长啊，嘛馆长拢约袂着啊，结果迄落。馆长先甲咱敷衍讲啊，拢袂去下晡咱人走了，讲来发一个新闻，讲拍摄为时已晚，安全不能妥协，一定来听。隔天真正要来听，隔天我咱只啊咧办迄个说明会，我用一个物件咧看，所以佫无听，拢总来听时间，适合的。所以尾啊，阮组的人佫成立一个叫做“舒火希望之海”的计划行动。啊，这就是叫拍死空了，叫拍死空的状况，这较早的图，今嘛变安尼。啊，这含的伊讲海沙乌，啊，是啊，伊安怎讲，伊拢唔办。所以，迄有时啊是有诶厝过来，咱嘛知影，咱咧检验，伊都一定提报互咱看，伊到底是检验对一间，啊，一间都无问题，搁较含的就是吼、哦，有一间图，